Hey, big family, Jonathan here with the Soundstage, continuing our series in Wuhan. Now, like most places in China, Wuhan indeed has a long history, including a modern revolutionary one. Wuhan is the location of the Xinhai Uprising, or Xinhai Revolution, which led to the fall of the last dynasty, the Qing Dynasty of China, and was the historical catalyst for the foundation of the nationalistic government. Now, today, Wuhan is a thriving, industrialized metropolis. This episode is about Chinese football. They'll be the first to tell you that their name is a little silly, but their music is very serious. Now, of course, they don't write songs about history, but their music invokes nostalgic feelings about a fading past, as well as apprehension about an unknown future of things to come. Chinese football 这个名字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实际上不是很重要，它就是如果这个名字引起了你的注意，那可能我们这个哗众取宠的这个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就是因为我就比较喜欢那种老型，就会我感觉因为他年龄比我还大嘛，可能就是之前就是也会有一些就是谈过他的人，就会感觉就比较有故事的，应该是我就是群里面年纪最大的一批吧，是1968年的，Fender Telecaster。然后，就是首先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配色，然后这个木头我也很喜欢，它就经过了就有将近50年吧，就木头自然风干，然后。整个手感就也比较舒服，主要我就是弹的时候我就会，所以有时候会想，就是曾经就是弹过这个琴，可能会有一些，也是有一些摇滚梦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一些人，然后他们有可能也可能是太老了，弹不了了，就把吉他卖了。主要我就特别喜欢那个 Telecaster 这个型号，所以我就会收集很多。这把是1974年的，然后那个就是卖给我是一个美国的老头，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在就是通过 email 跟他也聊了一下，结果就是发现他跟我从事的行业还是差不多的，就是他说他是那个在那个旧金山那块就是就土也是他是搞土木工程的那块。然后我是因为平常工作是建筑嘛，所以就是当时就跟他聊的还比较投机，他就和我说他是这把琴的第二任主人，他说第一任主人是一个玩乡村音乐的，然后因为就是年龄太大了，然后所以他们弹不了了，就把这个琴卖给了他。这个就是一个那个是一个琴弦的一个牌子。所以说就可以知道它的主人肯定是用就是曾经是用这个牌子的琴弦，然后他可能每换一次弦他就把那个琴弦里面贴纸就把它贴到这个琴盒上面了。就还有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什么酒吧 rock 这个东西，我后来上网查了一下，它好像是一个广播的，是一个电台，好像是一个电台的一个贴纸，然后我就喜欢从一些这种一些比较细微的一些线索吧，来希望能够组织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故事。其实我主要是我钱都用来就是除了吃就是。除了吃就是买琴，就是买乐器，因为比较喜欢吧。然后这个虽然说对这个音乐的这种爱好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一种需求，但是有时候这种精神的需求你必须要把它给物质化之后，你才能就是表达自己的这种喜爱。也可能我是一个比较恋物癖的人，就是我们把自己形容成一支音乐乐队。就是，所表达，就是我们不是把这个词当成一种标签来用，我们是
想表达的是我们的音乐是充满情绪化的。We'll be right back.
Okay.